新城市广场欣赏由加拿大高空舞团 Ariosa Dance Society 为我们即将表演的无重力空中汇演。Ariosa Dance Society 成立于2001年，他们的团员集合了不同界别的精英，包括舞蹈、杂技、攀岩等等。稍后他们将会以肢体艺术在这幅13米高的垂直幕墙上面展现反转地心吸力的空中舞姿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
Ariosa Dance Society 咁精彩嘅演出，咁場嘅無重力空中匯演竟然圓滿結束。如果大家想再次欣賞到嚟自加拿大高空舞團 Ariosa Dance Society 嘅表演，可以喺今晚八點嚟到新城市廣場舞台前面，佢哋將會再次同大家見面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